好的，欢迎回来。今天的第二场比赛，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本赛事是由 Right Time Car 行销共同主办进行赛事转播，中国信航赞助播出，在脸书的官方粉丝团以及呢 Loy Sports 网站都可以查到最新的赛事资讯。在年底之前刷中国英雄联盟信用卡，享有指定游戏云端主城最高 10% 的现金回馈。那这个 10% 是包含了原产品的回馈，加码归户上限是300块钱每个月。那当然了，这个在9月3号之前呢，信用卡新户申办消费满额再送刷卡金的500元。谢谢吴龙老师。来到了第二把的对决了，尤其是这个，虽然说这两支战队的成绩目前是敬佩莫做的，不过对，他们是有可能会同分的，有可能，有可能。就是、对于 DWT 现在他们是2胜15败 ，S 9是1胜16败。对，那对于 DWT， 如果我是 DWT 的话，我说怎么可能？你怎么可以跟我平起平坐？想得美，一定是我能够跟你拉开越的差距是越好的吗？但当然，如果他们是平分的情况下面，也意味着是他们没有季后赛的资格，所以其实也就不会再进行后续加赛。但如果他们真的就这么 friendly 的话，他们想要手牵手一起2胜16败，好像也不是不行啊。我觉得这一把比赛呢，就大家放轻松。就这把应该是要展现，就可能这一季走来大家的一个成长淬炼，就是我经历过了这么多的比赛，对不对？我可以掏出什么样特别的角色？那我们就先看一下选手吧，因为毕竟 S9 其实也是有很多选手调动的。不过看起来在进入了赛季末的时候呢，其实也都是走比较稳定的选手阵列了。上路 NoName 带来大旗中国 Lizard， 然后下路的话是谢嘟嘟对上 Questpile 的双人线。好像是教练玩够了，教练这个我觉得不是说玩够了吧，练够了，练够。就我觉得比较。像是阿星当时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体系，对，是只有阿星在的时候能玩，就是、但那一套体系在被编了两只角色之后，那个体系就崩了，干脆不要上好了。对，被编了什么瑟拉芬啊这种角色的时候，就发现那个体系不能玩了，那就换回到原本的阵型。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有听过那个 S9 之前的那个 My Track 的话，其实阿星给到的资讯量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就是以我听下来的角度，就是他近乎可以说是一个超级稳重的军师，就他除了会给到资讯，还会。安抚队友的一个情绪，然后就给出很冷静的一个指挥。没错，那看起来这个山娜被按掉之后，好像就真的没什么他发挥的空间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也就是 DWT 哦 ，DWT。上路的 Lacune 带来的 WSL， 中路的小土，下路的话是 Bane2 跟 NHAL 的双人线。那这个阵容呢，从技术到计谋应跟基本上都长得差不多的。那对于 DWT 来说的话，其实他们确实是有给一些前段的队伍在前期的时候有一些痛苦吧？对。对，但是一直没有办法维持住他们的优势，拿下那场比赛，我觉得就一直都比较可惜。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在这个，毕竟新人嘛，就是除了可能去除掉 WSL 跟小土的话，就至少目前有在我们这个画面上出现的这三位都是啊，贝杜跟恩豪是校际杯，他们有先打了上一季嘛，但 Lacuna 也是这一季才加，等于是新人中的新人。那他们在这一季就算是真的要。很努力的缴学费啦。我跟你讲，我想到一件事情，吴龙老师，你刚好说，就是这个，等等，就看一下这一季，我们在选角上面看一下这一季的成长。有西威尔跟杰利，哇，这一季的成长，对不对？我们跟上贝塔了。我第一次播一场，这是一场比赛，这不想看到西威尔。我西威尔 out。是，那刚刚吴龙老师有提到，上路 Lacune 确实是一个比较新兴的选手哦。那另外一边跟 Nonne 的比较，一个是比了大拇指，一个是比五哦。哦，这个不知道是这个字是怎么回事，但没关系。一失误是在选手上面很明显的不同哦。NoName 这里拿出的都是包含了这个贾克斯哦、凯尔，然后纳尔。他们上一次还有那个杰利上路。对，反正就是换来换去，有时候会换到不知道怎么办，但没关系，就是我们也是静观其变嘛。那另外一边的话 ，Lacune 的选角官啊、酒桶啊、GP， 这也算是比较常规。这个 PCS 赛区的上路选择了啦，因为说真的，你说凯尔的话，现在大概率也就是只有 Rest 跟火龙两个人，之前啊，火龙跟 Rest 两个人在玩的，那贾克斯更不用说，这种东西，这种纯斗士的东西是太难的。对，我觉得对于目前有一些偏后的一个体系来说的话，是太难的。OK， 好 ，S9 一样哦 ，DWT 在遇到对手 ban 的上面最常 ban 就是萨米亚，这个是我们联赛 ban， 我说联赛 ban 是指。只有对到 DWT 的时候愿意去按这个角色，而且他们那时候会拿下胜利，就是靠着就是波比的错位跟萨米拉的强势。没错，哇，说好的放飞自我呢，怎么都不给玩？好了好了，杰利，这里不就是应该要六个空杯吗？好了，杰利西维尔啦，我看到了，不要啦。而且我觉得有趣就是，大家可能更愿意去选择进团战之后特别强的杰利西维尔，而不是伊泽瑞这种中期打爆发，因为当时有克里斯打，所以。在我们联赛里面的话，伊泽瑞尔是被我觉得是有点被无视掉的。伊泽瑞尔是真的国旗，对，因为太多角色可以打他了。对对对，就是现在看起来这种角色是已经没有人要玩了。好，悟空，那右边要拿西威尔吗？
但猫咪被 ban 了嘛？对，但其实就希伟认真讲，他真的不太需要说一定，我知道一定要硬着头皮去配。亚非利欧，杰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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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杰利好。但我因为左边的组合其实你有悟空啊，你有个悟空再加个希伟，哇，那个高铁挂 turbo 冲很快啊。我现在想的是有没有机会叫做一手塞勒斯？其实我会比较希望他这边可以先考虑先选个。如果他想要把节奏打快，其实他可以大可以选露西，就是选个露西纳米直接开扁。哦，其实左边有可能选。对，因为其实希尔怕的就是露西，然后怕的是鸟哇哈阿奇尔。哇，那基本中路有线权，但没有打起来的本钱哦。那左边就是来个阿里希维尔吗？哇，这个加速阵很猛哎。就右边是一个纯发育了啦。对，就是 DWG 的中下两路都是发育线，右边是这个加注阵，左边是这个进攻阵。嗯，当然你说要打得更快的话，下路路线纳米也可以直接选，但这也选不到了，这也选不到了啦，就一定会被拆的。就希维尔吧，这里看起来是左边是希维尔最大啦，让阿里跟悟空的开团再更快，还快还要更快。谢喽，有吗？我刚不就讲了吗？希维尔竭力。验证一下我们这一季的成长。那小弟弟我呢？今天就先睡觉。我觉得应该这样讲，你不太可能在红色方会开出克里斯达，这、啊就是第一个，不太可能。但你蓝色方，你可能会按 EZAD 的情况下面，大概率就要走的是杰利跟希维尔。因为说实话，这两个角色是可以处理的，他不到真的那么无解。对对对，像现在选了一头牛，就是来针对希维尔的。嗯，但我觉得这把牛。其实说实话也没有那么好发挥，因为我有遇过有些观众会提出疑问，就是现在都是希维尔加杰利的情况下面，这两只角色你为什么不按掉？因为有更强的、啊，有克里斯达要按啊，因为你没有那么多 ban 啊。对，然后你的第一轮你高阶红方得扛克里斯达情况下，你难道要开蓝方的杰利给他们？好，你把杰利按掉了，那对方选希维尔，右边要选什么？亚菲利欧，你就选个路线或亚菲利欧，跟他对嘛？那你要队伍会玩，这个是现在 BP 上面会轮不到这两只 AD 进 ban list 里面。WT 还选择 ban 了一个塞勒斯，怕 no。name 有机会来个塞勒斯上路，好，朗德有牛嘛，所以还是得把塞勒斯给按的。但那把牛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好发挥，就阿里不太好 combo， 然后悟空你很容易被打断，是，然后就 combo 一个希维尔，好像就是他人生的目标了。嗯，我在想上路对决吧，我在想的是这一把会不会开秀，就是两边选那种斗士正面对决的。不给左边加速，感觉 S 9辅助位的考虑，我觉得可以考虑个瑞空、欸，瑞空感觉这把还行。好了，卡马了。哦，你要打牛、哦？这把哦，这把卡马好像可以、欸。就打线、啊，这把觉得卡马可以。对啊，如果打线打牛这种没有办法先手的情况下，其实哦，好像还可以。WSL 的基亚娜吗？瑜伽老师来上课了，要推课程了。对。哦 ，Lee Sin 啊 ，Lee Sin，OK，OK，、okay okay、把这个前期的。强度啊，再往上抬一点。我是很喜欢卡玛加希维尔，我个人啦，我觉得这里其实可以，因为拥有绝对线权，对，你拥有绝对线权，叫做对方一辈子推不出来，一定推烂，对，一定推烂，所以一定推烂，这就让 No Name 可以很好玩这个，那个阿拉西可以很好玩这个游戏，感觉可以耶，这把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我感觉如果他真的要就是比赛的选角，他可能会选布朗姆之类的，对啦对啦，可能会选个布朗姆。稳一点啦，稳一点的話。但如果是开团，我会选择，我会推瑞空嘛。如果要打线的话，纳蒂呢？推卡嘛。纳蒂哦，纳蒂这把也行啦，对啊，也行。哦，想了很久 ，S 九要掏什么底牌？是什么呢？想一下。啊？酒桶辅助哦，哇，这个酒桶辅助打牛，一个字虐，真的是虐、欸，虐烂。哇 ，S 九这手 BP 可以啊。哎呦，这个摇摆位有料、欸，最后还是让 No， 而且竟然是。现在是这个组合吗？酒桶 WC 一起亮吗？哦，是这样吗？哦，我以为是不共戴天呢、欸。哎呀，我以为他们两个已经是陌生人了，没想到会一起出现。这很像之前那个前几排那个羁绊有没有？就是那个吉金克斯跟菲艾同时上会消除羁绊的。他们的表情竟然还一模一样哎、欸，那是肯定啊。如果表情不一样，哎、那肯定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了。两个是同个模子印出来，好像要滴血验亲哎。那没办法，因为毕竟这两个最熟悉的这个组合呢，一个在上路，一个下路是超级远的，超远的。哎呀，已经回不去了。他们可能在这个比赛里面会遇到的次数。都一只手都数不出来，既然都这样出了，我投 S 九了。好了，都这样了，我就把票盖了 S 九了。那我就投给希维尔吧，我也投给 S 九。不是这个都这样出了，给点尊重。上路都在鬼步闪现都带了。不是，我那个酒桶打牛就是真的虐啊！不是啊，不是啊，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吗？
哎呦，打牛那个，我跟你讲，我也是老下路对决嘛。对，那个酒桶打牛是真的很舒服，因为真的很舒服。第一个就是酒桶的滚动酒桶，第一可以骚扰，消耗很强，然后它又有回血。对，然后你 WQ 又被顶下来。对对对，就是酒桶在打牛的这个机体上面基本上是很好打。然后牛顶进来，他就把你后面人炸走。没错，没错，就变成是牛开始变送头，所以这个鬼转最后的古拉格斯，我觉得挺有料的。虽然啦，他是在四五选的时候一次把两只给按出来。对。但是整体的流程，我们刚才在想他辅助可以拿什么？对对，所以其实这个改动，我觉得算是还不错的，还行。另外一边是普雷尔卡米尔的上路，而且这场酒桶还有一个好处是，他可以把那个卡米尔炸开，卡米尔开进来就把他炸走。是，那当然这个我觉得考验选手的这个整体在团战的熟练度啦哦。另外一边的话就看，因为这把比赛。就说真的啦，下路希瑞尔一直都不是观赛重点，就是他那个都是到后期三十分钟之后才会开始两边 AD 的对决。这把我觉得反而有你要看下路有一点点机会可以变成关注焦点，因为就是牛跟这个酒桶的进攻，就应对进退会有一点操作性。有一个有趣的点在于的是，好，今天牛 WQ， 他 W 可以顶希瑞尔盾，他 Q 可以震飞，那酒桶其实就可以去想是他要怎么打嘛，他要顶，他要看牛那边，还是要看杰利那边嘛？我比较想看上路啦，也行啦，因为我跟你讲这个上路。PCS 上路一直都是太温顺，太 peace 了，太像开心农场了。对，太温顺了。虽然有什么魔豆啊，有什么卡米尔，但就是太温顺。就是一只猪啊，然后一只羊、啊。打法上太温顺了，所以有这种刀刀见血的、哦，那就是要关注一下。有这个脚刀打斧头的，对，那就不一样了。哇、哦，来了来了来了！这一把虽然说两支战队都无缘季后赛，但是毕竟呢，哦，这个应该算是两队靠后的队伍的最后一次交手了。没错，开始这个享受最后的比赛。没错，很大的奔放。因为毕竟对诺丹来说，大陆还有印象的话，就他是在联赛的初期，可能前两周会疯狂吃达瑞斯 ban 的人。没错，他今天竟然拿到这个达瑞斯，哇，那只能说啊，这个如果有个主题，就让他们这个主题确实挺完整的。是，这个 BP 的主题挺完整的。哇，特别期待这一把，因为原本还想说，如果是杰利加希瑞的话，那感觉就是农兵局。如果两边都要玩回自己原本的套路，就是 meta 上的套路的话，那可能就好像不是农兵局、啊，对，好像是吵架局。而且希瑞带的是太初品嘛，然后另外跟着希瑞带的是长剑嘛，然后杰利带的是太初品嘛，就很明显两边的相性是不一样。其实谢多多好像还蛮喜欢带长剑的，他没有要。就是跟你稳发，好像他是希望可以消耗。有没有小套路啊，达瑞斯？他可以直接走到三条草丛里面去看、那個。开的啊，就普攻，普攻 W 重置普攻。对，可以的，是可以的。不过好像比较 peace、欸。尖叫啊！蜜轰！哎呦，拉扯拉得很好哎、欸。我这个换血。哦，拉库内这个拉扯拉得蛮好的，而且先踢了个盾出来，躲过了这个 No Name 的外圈刮、哦。看起来这个 O 口 O 是有点厉害啊。是，又是一个外圈刮，可以啊。哦，来了来了，今天到底能不能见识到？脚刀在刮。那今天到底能不能见识到这个诺克萨斯断头台呢？哎呦，这个 Q 没中，砍了两层流血啊！这上路光是这个对线就这么好看，还是以后还是我们就这边可以提个小要求，就是不管这个 OB 切到哪里，我们都走下切一个小直播画面，定在上路这里。不是，因为你看下路线已经推出去了嘛，其实酒桶在打线上面其实也有这种推线的效果。然后就 WSL 下半区全刷往上走、哦，而且我现在发现这个 Cooper 他是带蓝跳的、哦，他好狠哦。对啊，就是偷钱加蓝跳啊、这个要对自己极度有自信的。他可能觉得牛一辈子不会开他吧。嗯，但就有怕就是 Q 不到啊，因为说实话，我们这个什么康德讲的很美有没有？但真的做得到的还是这个跟那个瑞纳达带黄跳还就是带这个黄跳还是带蓝跳的概念有点像，就是瑞纳达如果觉得对方碰不到他，他就有可能会带蓝跳。带蓝跳。对。但我只能说，就是康德这种东西还是蛮看人的，是，可以讲得很理论啊，很完美啊。但同样现实都蛮骨感的。就大家有看这个，我们自己下场打就知道，理论跟实践上面、实作上面当然是有差别。如果理论都是那么完美的话，那好像真的。我先去翻一下我的论文、啊就只要机器人就好了。我先翻一下论文。哎呦，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悟空啊，进去看了一下位置，吃下半盒，确保下路的推线是无虞的。OK， 那这边 WSO 是选择一个全伤，但是阿里怎么被插到要升天啦？哇，这些人快没了，没办法，小土确实是在，我觉得在进入第二轮，快进第二轮到第二轮开始，他其实是越打越好。他的对线其实是不错的，是，就只是团战的时候有突然会就是脑袋运转不过来的感觉。对，另外一边李小龙来喽，而且他用的是个龙的传人造型。哦，这 WSL 是骁龙吗？那个 SL 是骁龙吗？低骁龙啊！哦，
哦，开始给库了，开始给库了。往上半区看，然后确保这个拉库内这一把，而且拉库内这边有带点燃嘛，打架上真的要这个硬打起来的话，那确实赢一个点燃还是比较好的。开个花，另外悟空也是全刷了。这下路已经是先找一波时间投，有时间差攻击吗？他是出水滴的酒桶。哇哇，他是要无限消耗，这把带的是这个先发制人，其实可以啦，难不成是 AP 桶？这个要到 AP 桶很难呢、欸，就是我感觉可以啊，反正空超大联盟，不是因为你 AP 桶这个就是等于你下路要打出很多线优嘛，然后你的钱要偷的飞起嘛，你才有机会去把这水滴往上合啊，往前砍，来了来了来了，五等的对决，拉断吗？来看一下，在等钢铁勾射，不过拉库内反应很快哦，马上拉走了。拉库内其实应该是在等说，他想要让那个钢铁勾射的距离到最近的时候再出，他不要一个很长，然后被对方勾下来，是那看起来会很蠢。嗯，两边这个心理博弈、哦、是拉扯哦，就是对线的拉扯，你往前一步，我就往后退一步，跟跳恰恰一样。嗯啊、好了，喜在上半区已经看到对方的侦测眼位了。那大概也知道对方的这个对象在哪边了。嗯，就是继续跳吧，这个，哎，痛苦。爱情的恰恰就继续跳。这个就是痛苦对线了。对啊。这个兵线被卡在这边。下半部也跳恰恰。而且 ，Crispell 卡的位置其实一直都让 Beto 不好受啊，不是很舒服。哎呦，这 Q 有点歪啊。是。那另外一边 W 是想想办法做事的吗、哦？想入野吗？想要进来踢这个猴子，一个四人打五等来抓猴了。WSL 哦，是俩搞的专家吗？是，看到了，来了。哦呦！不过阿拉西是反应很快，赶快把那个狼给踢走。哇！现在这个 W 手现在就放那首歌了吗？你啊哈啊！这里是往右边剁，但是N号的牛铃敲把快手把这里打到了底血，套了点燃，交了闪现想走。但是谢多多这边是没有治愈的、哦，所以快手刚刚感觉那个走位有点白给了。怎么了？他刚刚往右边渡走、欸，哎，为什么啊？然后牛就直接给他 WQ 了。就理论上嘛，理论跟实际还是有差距的嘛。对，对对要看选手现场的发挥了。没想到右边现在 DWT 那个中野有没有有背景音乐的？哦、那个背景音乐，大家同心作战。哦，对不对？你看那个中路一个诸葛军师，哦，诸葛军师，然后打野这龙的传人，哦，那下半部那个 Bento 那个绑着马尾的是花瓶，哎呀，花瓶，花瓶撑着点，花瓶撑着点，哇，哎呦，那李翔在哪里？不是，他真的是右边那个就是龙啊，他要撑住啊，因为他是后期的，你知道吗？真的，花瓶得撑着点，哎呦，花瓶到最后才会展现出他的谋略，哎呦，还好久哦，还很久啊，是。哇，那打野这看起来是阿瑶啊！哇，怎么办？怎么办？没有，没事。这个组合就是看那个，我刚刚讲了嘛，后期会发挥嘛。阿奇尔跟杰利啊，前面对线舒服，慢一点没关系，慢一点没有关系。他们在累积那个有没有？他在那个在塞那个鞭炮了，你知道吗？我在想一件事情，你看西伟的装备，他后面补了个太除品，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出呢？反正他们也不会打起来啊。就是。吴老师，你懂我的，我懂你的意思啊。因为他如果要再补一个太初品，那他刚刚常见不就是要抢装备领先吗？那个就是投资理财一个概念嘛，就是他想要他喜欢前面比较保守一点。青歪，但没关系，空杀王必有推出来。哦，没事，这个看得出来了，钢铁直男呐、啊，凭实力单身。不给亲，不给亲，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不要不要过来。我也看过，没事没事。哎，还想亲我脸颊、啊？对啊，东他举密啊，不要碰我啊。两边就握手言和嘛，对不对？反正这个前面也就这样了。是上路就跳个恰恰，中路就刷兵。等等，八分钟预示者吧，看一下有没有要打。反正不急啊 ，DWT 这把就不急，不急不急。没错。那 DWT 这边，其实两边的团战，如果真的要打起来的话，我觉得要看这个闪现有没有了。但九筒刚是掉闪，所以有点小可惜。或者他有闪那一波，应该是破坏力蛮高的。是，两边都打得很保守、哦。反正是 N 号有闪的话，其实这一场如果开得好的话，有机会。是一个漂亮的先手。上路的吃兵确实是有点差距，但是那些兵线要进塔嘛，但如果老哥那也是有吃下来的话，那其实也还好。因为就说真的，跟达瑞斯对农这件事情听起来不合理。就是对地板来说，我愿意对农啊，我卡没有愿意对农的、啊。Okay.
哦、WSL 在吃这个双死，结果反而被秀秀都给 K 走了。感觉有机会顶他吗？如果他敢超近路过来的话，应该不敢吧。另外一边是 S9 把预示者给拿走，他拿了小龙又拿预示者，所以 DWT 放弃控图。没错，第二边就是哎，选择我要让我的劫力好发育，是物件什么的再说。哦呦 ，No Name 这个拉扯确实做得好，走位也都是抓到了卡米尔的一个动向的等级也是比较高一点。那接下来往中路走啊，走这一波是，没有他来守红。他要守护自己的红 buff， 但另外一边出事啦，快手用脸看，结果被这个打晕之后，这个贝兔是永远点到底，而且搭配着恩豪的点燃，是做掉这个击杀。这一波就告诉我，告诉了我们，就 counter 就啊，听听就好，听听就好。这波脸探草没办法，不是用脸探草被牛先守，那跟你什么机制都无关哎、欸。他可能可以考虑个 Q 探草丛嘛，对不对？合理一点是这样，合理一点，合理一点是用 Q 探。那我只能说，毕竟最后一场了，自信心爆棚。OK， 我觉得我不会有出事，那我觉得我不会死。对，我不绝对不会死，反正就带个人头而已啊。峡谷三大错觉。对，哎、欸，我不会死，我不会死，好哦、我不会输，还能再打拖后期。你那听起来很像是我们那一队在讲话。对啊，哎、欸，还可以打，还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再来再来，没事没事没事，给龙给龙给龙，输三千给龙给龙给龙，放放放放放放。哎呦，怎么这一把的那个画面感觉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呢？那这把就你看，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嘛，你要展现出这一季的一个所学成长嘛，哦，就是稳。对，我们体现在对线上面。对，因为前面对线就爆了，那没办法，我们就打不赢了。那这一季这一季的这个成绩单交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走一个稳定的发挥。因为之前的打其他队伍的比赛就没有对线画面，你知道吗？这把难得有对线画面，多对对线，多对一下嘛。对，就是我们难得有对线画面，我们多对一下，多对一下，哎，再对，对，就人家什么转线什么八分钟预设团没有，我们就对到底了。好，开卡流血，开满流血层数，往前闪现想要拉，但是被拉哭内这里给躲，经理姐躲过，但 No Name 的斧头落地，人头也砍落。哇，这个看起来，拉哭内。哈哈，有喽！拉库内他是直接在路上就被平砍到叠满层呢，那没办法。哦，那好像这个达瑞斯要无解了耶。这变线开通啊！而且你看，我们前面说嘛，对线对一对，对不对？对到了这个三十只士兵优势啊。是，那是不简单呐、啊。好，诺克萨斯断头台，有喽。这边这个断头台旁边已经先卡米尔人头了。是，等下就是准备来找这个李欣了。好，看一下到底为什么可以平砍到满城啊？怪怪的。那诺内就走上去，然后拉库内就给砍、欸，然后就被砍满了。然后这也不敢出太快出钢铁攻势，怕被断，就被拉，然后用大绝躲稍微躲一下，但终究还是被剁了，因为已经满城了。对。我觉得是不能给到满城的、欸，不能啊，嗯，绝对不能给到满城的、欸、啊，学会了吗？学会了，学会了。Pascal 现在就学会了、啊。反正最后一场比赛虽然说是要这个展现所学嘛，啊，但还是在同步学习。哦，那如果下一次就下一次就不会了。如果他又被抓，就是还是学不会。啊，总是总是学不会是不是，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哎呦，没事啊，小土这个线上是很优的、哦。他感觉刚刚是想要给这个雷萨一点压力，是。他如果暗闪的话，我觉得闪现跟推的。哦，这个小土，这个阿奇尔是很优的哦。有哦，这个军师有、哦，军师有哦。这个锦囊妙计要掏出来了、哦。没错，对线的话是将近1000块的对位领先哦。这个第一个锦囊妙计啊，对线如果赢的话，哎、欸，被夹击了，控物件，对不对？控物件，是安稳的躲避 gank。OK。哦，然后 Pascal 已经离开线上了。开始往中靠了，但另外一边的 WSL 抓到机会，再吃这个小龙，滚动手下去看到了对方吃小龙，没有不偷了，是上路教的预示者想要贯穿上路，好、哦，好、哦，投资大哥，这一定要投资啊，不然等一下那个脾气来了，没错，脾气来那脾气来了就断线了，我跟你讲，没关系啊，不想赢啊就不要打，都不要来，没关系，就去那个西尾的线，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我呢，小弟弟我呢，就是 BD 到底。那这把好像也不用 BD 到底了，他直接旁边站的队友往前一直 AAA 就赢了。是 ，Lazar 已经俨然变成一个无情的士兵机器了。反正我吃了被骚扰，我残了我就回家、啊，跟我无关啊。这把游戏是上路的游戏了。哎呦，等等看一下那个斧头帮老大能不能下来救一下啊？琛哥是吧？哦，叫琛哥。琛哥。琛哥，琛哥，琛哥可以下来救一下吗？救。哇，那就看一下下路这 Crespa 是不是有想法、哦。因为被 W 的时候往中路走了，两边打的是很散。哦，我们的李骁龙又来一个回踹了吗？
啊，零没有，就这一整波爆发打给了红 buff。OK， 一整波行云流水的连技，没错，打了红 buff， 而且都走过来，头痛欲裂。但接着是 N 豪跟 W 手的这个浮野联动，哇，一只牛带着哇散步哎、欸，六牛哎、欸，哦六牛是不是？哇，那感觉很壮观呢、欸。对，六牛哎、欸，好像可以拍个限动还是怎么样的？你看像那个放牛的孩子。那以前那种就是放牛的时候，他们会有那种木桶，啊，会木桶啊，会有那木桶，然后放牛吹笛子这样。不过另外一边我最担心还是那个上路，三项打胜烈嘛，现在这个两边虽然都有一定的战斗力，但我很明显感觉到达瑞斯猛很多啊。我感觉不太行，因为拉库内这里要逆转这个对局，他没有物防血，好像还要吸奶一下。对，这不吸个奶，有点上路塔半血，然后那你只要把视野做好，不给机会不送，啊，基本都稳稳的。感觉他这个。斧头是，他现在感觉可以一打二，饥渴难耐。他感觉可以开始考虑去其他路上面帮忙一下。是，拉库内过来想要守一下自己的红哦，但怕后面有人吧，因为后面没视野，怕后面有人。哎、欸，哎呦，流血流死了、欸、啊！难道这都是 No Name 算好的吗？就是血量，他是真的，他是血量精算师、欸。因为我猜他可能 No Name 在猜的是拉库内会把那个红 buff 留着给打野吃。这就是这一届的所学。哎呦，原来是这样，数学课。这个经验已经算好了 ，OK， 血量也算好了。是，结果最后红 buff 还是回到了 No Name 的手中。虽然听起来不是很合理，那看起来是命中注定的。来了，第二支预示者准备抱团，他们明显的比现在的 meta 慢了六分钟、哦。但是阿奇尔去鼻地了。但 No Name 这个时间点的话，其实很强的哦，准备要接正面团。团你们敢接 ？BWT 被卡住了这个窄口，窄口过不太来。有 Lazar 这里先行的做一个窄口的控制 ，N 好的进场开始接近一个大绝，叫神先走。但预示者也是进到了 H9 的手中，继续往前追。No Name 想要外圈过来留人，不过这里 N 好好像是走不太掉哦，用 W。这里野蛮冲撞是冲了小兵，回到了塔下。那这波进攻 S9 最后还是就停止了。哦，这波 DWT 其实他们感觉战术应该是就设计好，就是虽然说阿小在鼻地，这个团接的是一定不会赢，但他们选择是用一头牛哦去拖延对方的时间，是让军师发育一下。哇，军师发育，下路在借东风，顺便这个运筹帷幄一下，算一下后面这个几步棋要怎么走。没错，哇，这下路在借东风，等等就要草船借箭的。好、哦，那船好像。快沉了、哦，快沉了，快沉了，是不是？好、哦，快 hold 不住嘞、欸。哦，那不怕，因为毕竟呢，两边 AD 都还没有玩到游戏，对不对？两边浓着浓着而已。默默都把太初品浓完了，所以你看这个早浓跟晚浓还不是一样。但军师现在看起来有点猛，差了40只啊，军师。军师感觉回去这一波这个装备要顶天立地、啊，可以复兴汉室了、哦。好像可以，好像可以哎、欸，超肥哎、欸。哎，你看当年如果这个孔明孔哥啊，孔哥有这样的发育。哪会这个北伐七次才成功，对不对？他如果拿那么多资源，那没办法。那没有办法，那个天上的星星一划过去就吐血了。那接下来就看一下下半区哦，这是一个绕背哦，想要来抓这个军师了。丞相有刺客，丞相快跑啊！丞相被卷飞了，空岛被推了一下，但仍然躲不过 Lazar 的幻玉，丞相倒了。丞相驾崩，哎，没驾崩是皇帝，啊、驾崩了是不是？驾崩是皇帝啊，丞相也还丞相人也没了，丞相人没了，那皇帝也要驾崩了。哎呀，丞相倒了，哇！那这个皇帝看一下达瑞斯这一把，看起来应该是本场最猛的、最威猛的人了。哦，威猛先生吗？要不要来打个团啊？感觉鼻涕没什么意思啊。哎，等下出那个破船战，应该不会吧？他应该是15吧？那那个什么，自然他要出什么？自然之力。其实我现在没有办法预测他的出装，但没有关系，可以等一下。他想要出点魔抗是吗？出一点魔防，因为他觉得阿奇尔太肥了。针对阿奇尔来的，阿奇尔太肥了，但不怕嘛，就等等，如果什么自然之力什么都还行。哦，来了，打团 ，No Name 从后面切过来，结果在草这边遇到了一个李小龙，被牛给顶飞。但来看一下这个达瑞斯被踹回来之后，叫了神仙来到队友身边，想要来个外圈过来把血给回起来，但是最后还是要被射倒吗？飞兔这个电磁炮没有中，然后普攻距离也不够，哦，最后才是摸了一下最后这个尾段的普攻。让飞兔拿到这个击杀，但另外一边下半区家里爆啦，兄弟 ，BBQ 啦，完了，完了，被偷家了。哇，这波好乱哦。那个达瑞斯走进来，直接遇到一头牛加一个李小龙，是空中动都不能动，还被挂点燃。哎呦，这家里面都被偷啦。但这样子好像也还行吧，就两边都拿到自己想要拿的东西啊。一边拿到了下路的这个。塔吗？那高地塔掉了。高地塔掉了。但说真的，因为高地塔很难推，所以其实龙掉了，对于 H 来说好像没有很亏哎、欸。嗯。
哦，夏露是有防守，结果好像是被清下来的。丞相，这个丞相，这一步棋好像算错了。哎呀，丞相竟然沉迷于美色，可能要换另外一个锦囊。哇，那没办法，是他是发育最好的，但他死了两次。啊，倾国倾城啊，对不对？红颜祸水，真的就被这样骗到了。那这样感觉，等一下打瑞斯可以去下路分推，哎，我觉得可以啊，就是靠下半区打嘛，打瑞斯。对啊，分到往区视野做起来就好了，往对那边靠。丞相又怎么了？丞相，你怎么了？丞相被卷飞，狂暴兵推掉了闪现之后能走。旁边有恩豪赶过来，护驾护驾护驾。但恩豪这里好像是追不到人了。哦，这个丞相不能再出事了，再出事那个大脑一倒，好像人这游戏要崩啊！哎，丞相，丞相你怎么又走出去了？但没关系，有护照真的可以走，被永霜给缓住。清晨又没听到，后方就炸了一下，但后面有恩豪赶过来保护。哇，这恩豪往前一挺，大喝一声。谁敢放肆？谁敢放肆？动我家丞相！是，哇，那丞相命也是很大哎，这一波就没有了，就不去接那个青了。没错。接下来的话就是我刚刚原本想讲的，就是其实 SO 是可以把巴龙区的视野先给布好的，然后因为他们可以保持中路永远的线权，所以在下路的分推上面确实是可以给 DWT 比较大的压力。所以而且这打瑞斯从地图上面消失到侧边的话，其实 DWT 的压力也是挺大的。是。哦 ，AP 桶。果然是这个 AP 桶，有梦想嘛，对不对？最后一把了，要展现自己的风采。哦，那就 QRQ 怎么样？对 ，QRQ 啊，都可以啊，这个 ER 闪都可以啊。哦，难道输赢都精彩啊？但是 Bane 2这一把的发育是很好的哦，他的装备应该是等下会补完，应该可以稍微领先一点。哦 ，Bane 2哇，快9000块了。对，他是全场经济最好的，因为他刚 OK 了那两颗桶，然后全队经济又怪在他身上。哦，来找李小龙了，吃我家，吃我家石像，不用付点过路费吗？就，哎呦，丞相又怎么？小土，小心一点。丞相是不是 ？Quest 表冲过来了啦，还是忍不住啊，忍不住内心的悸动啊。光神想走，要爆破就炸一下吧。小土扭腰，这是个渡闪，轰炸蒙蔽推了一下，但这些手还是收下这个吉山，直接盖在 Quest 表身上。旁边有一个金币解破脚刀，把九龙给破开来了。哦，那只能说啊。应该这一波应该不是丞相的错，是那个旁边的那个将领啊，来太晚了。蹲在里面是一个无穷魔爪，转两个人，转恩豪，转拉库内，第二段转再转死一只牛，搭配了谢多多的伤害。所以再一次的进场，拉库内是赶快走回塔下，但旁边有个李小龙赶过来，想要一串三吗？这里是串了右边的 Nonne Nonne 开启鬼步，再把李小龙给转回来，想要来剁剁不到。第二个 Nonne 这边的大局还没剁下去，之后是拉库内赶快钢铁钩子走了，我再滋一波。我那这样要吃八龙吗？感觉状态好像不太行哎。没试试看吧，感觉可以试试看、啊。踹踹看吗？踹一下吧。哦，来了来了，中路叫了 TP， 这是小土赶过来，是一个全新状态的。但 Bane 2好像可以 poke 一下哦，感觉要开团、欸。吃八龙的速度好像不太够快哦。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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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一下尝试一下之后就哎觉得放弃了。突然一个野区乱战呢、欸，但没事，反正八龙没有掉。那对于两边来说都是，对于 DWT 来说啦，做一个防守方式。是，可以看一下一分半的那个小龙哦，还可以接受。哦，现在 DWT 夹住了，有夹住哦，500块的经济落后哎、欸。虽然说小土刚刚是几包被抓，但他还是肥的。不要忘记，对男子汉的精神。对，男子汉敢做敢当嘛。刚才一波被抓了，下一波团战凹回来就好了。对，哦、你看那个 DWT 小土虽然一直被抓，但是屡这个什么屡败屡战啊，屡败屡战，输了继续往前打，每死一次 CS 还是比对方多。对啊，不要怕，赢44只。OK 的，让 S9 绝望。这把是 DWT 的目标，现在继续发育，再浓。那我只能说 ，S9 应该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太担心。反正我现在西威尔装备挺好的，只要浓浓三件套了 ，IE 了。哦，那个达瑞斯感觉想先死亡之舞，他那个大的抗波怎么应该是电着？就电着而已啊，对啊。但小龙要出了呢，40秒哎，阿里还在上半区有他的 TP， 有 TP 有 TP。这波看一下，其实李兴龙的有点多了，李兴龙的比悟空多很多，因为那个双十一直被入，而且李兴为什么被抓到了？是，这里又是一个电磁炮，恩豪这里想要来开，开始跑肚子走，开不太到。另外一边下路，哎、欸、呦 ，W 的时候大绝是被逼出来了，不然被砍了一个4层啊。哇，这样子，哇，那流血流很多，被留个4层就交个大绝，好像有点亏啊。是。但小龙又要出了，这感觉视野上面首先想办法把右边视野先踩起来。没事，那个阿里来了，他来找这个丞相。哎呦呦呦，沙兵好痛啊！他来找丞相了。是，但 Nonne 想要进场，这位置不是太好哦。九龙快速在旁边限制了一下，北图被开到了，想要翻墙走，最后还有一个闪现，还好有闪。一大换一闪，那这样子这个龙要吃吗？会啊，
感觉这波是 Bento 跟小土的局哎。是吗？但快速已经就位了，小龙这里是有 S9 拿下，不得打吧？不打吗？要打团，这里阿里的进场，恩豪这里是开启另一个大绝，卡在最前面被勾回来了。来看一下 No Name 的发挥，在这个窄口里面想要外圈刮，往前想要囧人，但是 Enzo 这里是一个惊人。但此时第一个人头已经进入到了 No Name 手中，再囧第二个啊 ，Double Kill！ 哦，小土第三个有机会吗？流血流死，但搭配的最后一个国龙之后伤害在另外一边，边路强极限的拉打被修罗给点爆。只有这个团战有 S9 得胜，不是啊？刚刚有人翻墙翻太远了，他一路翻到中路去了，输出打到一半断了，断档了。是 S9 拿到这个团战的胜利之后，要来直取巴龙。哇 ，Bento 这一波我感觉他是绝对有机会跟小土一起开秀的，但是 Bento 突然走了，所以他中间断档了大概应该有三秒的输出吧，不然刚刚之后其实那个小土的推，甚至还有闪现可以搭配啊。哇，团战听不太赢，那这样反而是有点尴尬。巴龙要没了，拿到西，拿到巴龙。要不要等一下？要不要等一下？五秒钟，给西位吧。等一下，啊，不给，两秒钟都不等，没关系，没关系。有巴龙的西维尔很强啊，对啊，等一下吧。怎么不给啊？来看一下刚刚这个团哦，这波其实一开始是恩豪先被请下来，他的开战是被请下来，所以这个第一时间开团其实没有很好，但是虽然是这波杰利的大绝还在，然后加那个。应该说小土的大绝也还在，但他这边翻太远了，变成是说断档了。不然这边其实阿奇的输出，代表他开了大绝之后的一个伤害，应该是要把这人全收了。这边甚至他如果抢一个位置，从闪到右边，然后往左推，推到 Bento 脸上，都我觉得全部收完。那只能说这个 Bento 这个墙是翻的有点太远了。哇，接下来巴龙进入到 H9 的手中，难道真的要两队都是两胜十六败结束他们的赛季吗？哦，要兄弟齐心吗？但这个有巴龙 buff 的加持，现在全部人抱在一起。不过阿谢的伤害还是很高的，这不知道怎么办哦。在 DWP 这边，下路的兵线其实可以往前推一下的哦，盖个塔，想从侧边开。阿里的进场清到这个牛，金立之大绝解开，但正面的塔苏瑞玛一击也要被攻破，把牛给炸回来，刚好接到 Crossbow 的肚子，很硬很硬，然后爆发打下去 ，Lazar 这伤害不太够哦。而正面小土跟阿拉奇两个人在对打 ，Lazar 再次的往前飞，然后清到了这个沙皇，沙皇直接被秒掉了。而另外一边猴子在后面直接进场把李信也给收掉。接下来就看一下正面团战，由 Darius 往前先砍了第一个爆发伤害之后，现在只剩下一个 Bento 而已。全部伤害灌下去 ，Bento 也跟着倒地，又是一波 Ace。S9 准备收下这一把胜利。哇，刚刚在那个侧边六鸟口子里面那个我们的李欣啊，他在等一个时机啊，他想要来一波漂亮的回踹，那我只能说时机不好。他洗机拜拜啊！他出来的那个瞬间刚好被阿拉西击飞了，猴子在转，他最后只踢了，他想要踢掉了一个阿里啊。是，这场比赛看起来要就此结束了。现在这个虽然是十秒的复活时间，不过主堡已经裸露出来。我们准备要恭喜 S9 拿下这把比赛，也结束了两队，应该算是在目前为止的一个这个成绩吧， okay. 就是已经结算了两队都是两胜两胜十六，那也 OK 啦，就大家一起休息，一起放假了。对，这个两胜十六败最终是平手平手，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S9 的两场胜场都是从 DWT 手拿下的。啊，对对，所以好，他们20 TWT 哦，那 DWT 可以赢 DCG， 没错，嗯。好、哦，这个食物链挺特别的。对，但对 S9 来说的话，好不好？这个也算是好的一个结收尾了。至少说，至少在做这把比赛，应该是挺享受的、啊。是，就是包含是可能像那个 AP, 玩的角色吧我覺得 ，AP 桶啊，玩到自己的面角、啊，其实都蛮开心的、嗯。来看一下这个最后一波团哦、啊。这波你看那个李小龙啊，在左边蹲了大概10到15秒吧。这其实先 all in 在牛身上嘛，花了很多技能，这边炸得很漂亮啊，炸回来接一动下来，但是就因为有大绝，所以吃了蛮长的一段。伤害，但左边这边 WSL 出来那瞬间被瞬间击飞啊！他想把这个阿里，哎呦，他是被分身的，啊、他被分身击飞啊！运气不好啊！只能说就时机没有选好，选得很好。运气不好哎、欸、！Today is not your day 啊！对啊，运气真的不好，因为他其实假猴图是要图那个阿希尔的。那没办法，运气不好、啊。最后一波要 all in 出来，把自己最精美的操作打出来。运气不好，运气不好，没办法。那当然，我觉得这把比赛，你说 BP 上有什么可以调整的，倒也还好，因为他们其实在线上其实也打出自己要的东西了，就包含你说上路的达瑞斯，
对到卡米尔这条线的话，其实在前期就有优势，包含了你说什么线上单杀这件事情，对，也算是 No Name 的一个那个代表画面了，对，就是当然终于有这样的一个画面产生，而且是在最后一把比赛的时候。那另外一个点吧，就在于，这个阿奇尔比较给机会了，对，阿奇尔比较给机会一点，就至少站在 No Name 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这把就是这个达瑞斯玩的朴实无华，就走在路上，哎，对线对线，就叠满五层拿一个单杀，嗯。那个心中的满足感，捡到钱，我应该就够了。那个心中的满足感就被填满了，你知道吗？是。然后下半局其实恩豪这一把比赛也可以给予称赞吧，就他即便是在落后的情况下，他也是一直在找机会的。即便那个他的进场可能都没有那么顺利，因为阿里可能都会把他清下来或干嘛，但也有感觉到他们的一个企图心啊。所以整体来说，在 BP 上我觉得就没有太多要去讨论的地方了。对。就如果回顾一下这一季是 DWT 他们赢下的，就是赢下前段班这个的比赛的话，就看出来他们其实这几位，包括这三位的新秀选手跟中野的配合，其实是可以有一定的载制力的，就只不过他们稳定性稍微低了一些这样啊，不然他们其实拿到特定的main角的时候，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而且像 DWT 小土也是在。应该说他在联赛中也算是少数愿意去采用像勒布朗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因为现在的 meta 上可能都比较偏大法事情更多一点，刺客角确实比较难发挥。那他们当时在游戏中的时候，其实一直都有用勒布朗拿到不错的优势，所以其实，在后面的比赛里面，他们还是有愿意这样去选用，我觉得算是一个要给予肯定吧。甚至他的柔一其实拿到的时候也玩得好，这个对线对柔一现在基本上联赛已经没什么人在玩，没有人愿意玩，东山都不愿意玩的角色，他愿意玩，那他也打出了就是他期望中的那个对线效果嘛。那当然，我觉得说要期许两支战队在后面打得更好的话，就是把对线强度再往上拉吧。因为其实像不管可能汪老师刚刚有提到，或者说像这些老三有提到，就是这两支战队在对线的理解，或者是说对线的强度上面，确实是有一段落差的。那就希望在下一，如果是有这个后续的一个赛程的话，下一季的话，可能就继续再加油一点。那看到本场的数据面板哦，可以看到这个输出哦，阿奇尔沙皇是打了最高的破两万点的一个伤害哦。那其他棋就不讲了吧，就太粗暴了。不会啦，反正都比三四次高嘛。哎呦，最后这竟然是 No Name 拿下本场制胜关键啦，315的一个战绩，达瑞斯拿下本场制胜关键。可以啊，这个其实我们应该都很好奇，就是他这是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比赛都会被这支角色。那在最后一把可以拿到也完成单杀，我觉得就 OK 了，心满意足了。对，当然就论这把比赛的话，阿里在前面的清棋清的蛮多都空的嘛，可是在进入团战棋的时候，其实 Lazar 的清有起到蛮多不错的成效的，就团战打的是好的，对线就稍微粗糙了一点。没错，但没关系哦，这个毕竟这把比赛呢，对于两队来说都没有所谓的排名上面的跟动的。那但也要跟观众稍微解释一下，就两支战队虽然目前战绩是持平，但因为都没有进入季后赛，所以就不需要再进行后续的加赛了。那当然，我们要再次恭喜 S9 拿下本场制胜关，拿到本场胜利，那也要恭喜 NoName 拿到本场制胜关键。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就进行第三把比赛喽。